我今天接你了吧？可以呀，开心不？开心。那你跟我走啊。往前走啊，我领你去吃好吃的去。肯德基。不是。那什么？一会儿去找奶奶和爸爸，咱们一起出去吃去。出去吃饭。你想吃什么呀？吃串去啊。不知道啊。来吃鸡爪子烧烤。好久没来了，好馋呢。辣。不辣了。还有鸡爪。还有十个，五个，至少要五个，两个不辣的，三个辣的。有，慢啊，那倒是慢。这个是我最爱吃的鸡爪。这个是麻辣小排。也特别好吃，我的最爱。这一个面包片咋分呢？给谁分呢？我不知道呀，反正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可香了，可好吃。你不不吃鸡爪子吗？他有手指盖呢。吃得饱饱的了，现在我们要往家走，溜达回去。天气太好了。